我们在选择医院的时候呢，总会跟身边的人打听什么病症，哪家医院最好。复旦大学医学管理研究所每年都会评选出医院排行榜、看病指南。那今年的评选结果如何呢？和去年一样，今年呢，江苏仍然只有五家医院入围了全国百强，省人民医院位列全国第20位，而康复学科排名全国第一。这份榜单的专科分配的分成细致，我想呢也给很多疑难杂症提供了一些依据。